转运回美国，对吧？Tú deberías de respetar a tu gente, ¿no? 说话小心点。嘿嘿，这可是找不痛快的。我现在不谈人，只谈车。哎，qué miedo！想要车得光明正大，怎么着？飙一把试试？车已经是我的了，老兄，不赌那辆车，赌我的。哥，他的车可是岛上最快的，知道他装了什么吗？知道他车里装什么并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谁来把握方向盘。哦，是吗？那还用讲？那就赌他的车。我们在这儿不跑四分之一英里，按古巴这里的程度来跑。成交。